阿亮节俭只逛不买，晒温馨全家福。嘿呦嘿呦，幸福呼啦啦，嘿呦嘿呦，美满呼啦啦。苹果昨晚直击昔日综艺红牌，现在节目挂零的朴学亮一家四口在东区街头散步。虽然一家之主收入比以前少很多，但全家感情还是超好的，老婆还会靠在阿亮肩膀上聊天，女儿们也很贴心，勾着爸爸的手背逛街。可以去做头发吗？爸爸不能买给你。夫妻俩逛进3C 卖场，站在传真机专区盯了很久。可以买传真机吗？爸爸还是不能买给你。所以现在唯一的线索呢，就是要想办法找一些跟他有关系的人。阿亮早期在超级星期天超级任务提艺人寻找恩人单元大受欢迎，成为90年代综艺节目红牌，近年大多客串偶像剧或国托剧场舞台剧工作。2009年外传以七位数接下对岸选秀节目，隔年就犒赏家人一起到马尔蒂夫出游。是的，麦吉就是我本人。但最近中国限娱令让他在儿童选秀节目的配音工作也没了，节目完全挂零，跟家人反而更多时间相处。阿亮一家手牵手出门逛街，在一起手牵手走回敦化南路。